国语有声善书。一尺拱横唐善书，因果并相析论与印证，主著仙佛为观世音菩萨。第四篇，造音最要前音解众善护持的号音。观音菩萨降盛世，世人受苦难脱魔不休，那就是业因作祟，人生苦海也是许多恶因形成，悲于世人沉浮苦海不能自拔，每每闻声救苦，但人间苦苦多。正本清源，从头救起，世人能明悟因之可怕，慎而免之，可免无限后患也。菩萨大慈悲，人尽皆知，容弟子请教，小儿麻痹症如何形成？破坏路桥的恶因，或是造了很多祸患不能根除的恶因，才会受到残障的果报。这一类果报大多属于不利于人的业因形成。这病症也是有先后天之分，那解法是否也跟前篇所述一样？然也。那么后天形成的果报是否也可以预先防范？若然可以，岂止又如何？也可以。形成这个果报的先知，许多是噩梦连连，甚至在噩梦中会抑郁出自己的恶行前因。是了，每一种果报的形成之前，旁人若发觉，是否可以对他有所帮助？可以。问题在于当事人是否肯接受正确的指导，而行功立德解前因。如果是在果报已成型中，换句话说是已经受报，而这种残障病在目前医学上仍属很难痊愈的，请问菩萨是否仍有解法可免除残障的痛苦？当然也有，不过预防胜于医治，也就是说预防较容易，医治较困难。那岂非过于残酷了？造因的时候，有可能你加诸于别人的比你受报时更残酷。较困难并非绝望，有一线之机，还请菩萨明示，总有希望。聋哑症解了前因之后，如果能度百众，三年不退，得一百果，生福慧灵，神如脱胎换骨，其症可消。这是以度人向善的功果为原动力，因为众善其力转输于一个人身上，可以激发人身及灵神的潜在力相契合，突破障碍。那么肢体残障也一样呢？原则相同，最好再加上身体力行的实践，则更有助益于复健。也就是说，以残障之身奔波度众，众善护持，则更有奇迹显应，解脱困苦束缚凡身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